到香港旅游，语言沟通没有太大的问题，可是学几句广东话对你的旅游一定有帮助。如果你要跟酒店或者是民宿的人说早安的话，你们可以讲早散早散。然后如果你到餐厅想要叫店员来点餐的话，你可以说唔该唔该。你要结账的时候的话，可以说买单买单。如果你想要问这个东西多少钱的话，你可以讲给多钱给多钱。问有没有折扣的话，你可以问有冇折有冇折。然后我们香港有一个交通工具叫小巴，小巴刹车的时候要跟司机说你要在哪里刹车。比如说你路口要刹车的话，你要跟司机大喊司机有咯司机有咯。